什么东西？手机？掉去哪里了？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在这里。哇！手机掉进去，我捡不到啊！手机掉下去了。看到我在那边，那边啊，我看到。大不了，看看什么？满满的，地方光美。这还有屏幕啊，屏幕还有。先不要拍照。先冲。等会好姐给你递下来啊，谢谢。帮我闻一下吧，有味道吗？没有好吗？那我放心了。你怕鱼腥味啊？你不怕坏掉，你怕自己腥味？因为他们就是想念水。就是用那个鲤鱼的嘛。太久没有喝到水了，所以不要想。鱼想要游泳。